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阿拉伯的故事，故事是这样的：天方夜谭，很好奇又好看，叙述的是阿拉伯的故事，到处都在流传。阿拉丁神灯，辛巴达航海，这里有个神奇的故事，一个人的命运会改变。走进来，这神秘的山洞里面都是钱财，有金银财宝，有钻石玛瑙。这个故事结局告诉我们，一个人不要过分贪财。快乐的青年，阿里阿里巴巴，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。